身份验证，神体原子属性分析，基因序列检索，暗位面信息核对，身份确认成功。天刃王燕，请表明需求。调取黑洞资料。 黑洞暗物质世界空间大门具有很强的吞噬力，吸入此空间的所有物质被分解，与空间内的暗物质并存。何谓黑洞引擎？黑洞引擎技术在超神学院时代是学者卡尔主持的课题，后被太空校长所禁止，相关研究成果也被封存。构成原理建立在有机星体爆炸产生的超级物质上。 黑洞中的超级物质较已知宇宙来说，密度趋向于无限大，你可以开发成虚空物。Yeah. 凯莎女王，没想到还能以这样的方式跟您见面。自从林允落后，华燕那个恶贼在林，很多姐妹牺牲。
连天机王还有天气王也都陨落于他的黑洞引擎，而艾尼希德还需要历练，我有愧于您的托付。你无需自责，我来到这里其实是寻求摧毁黑洞引擎的办法，请凯莎女王指点。了解黑洞的本质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。虚空黑洞与次生物引擎其实都是建立在吞噬能量包括神体的基础上，不同的是次生物引擎可以分解外来致命伤害，收集被打击体的信息，快速修复机体，使之重生。可若遇到恒星级能量摧毁，那就另当别论。黑洞引擎能以几何倍数的推动力来产生黑洞，这似乎与次生物引擎现有的能量载体相悖。设想是否可用次生物引擎的功能反制，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炸毁模拟行星获得超级物质，将其加载到次生物引擎中。次生物引擎在研发阶段我也做过几次模拟行星爆炸的实验，但是效果却不尽如意。是因为还是研发阶段的次生物引擎，所以无法承载更大能量的输出。初版的次生物引擎在当量数据上肯定有局限，不过现在未尝不可一试。燕，用次生物引擎试试。启动次生物引擎，开启虫洞防御壁垒，能量加载至满威力，锁定目标黑洞。能量已加载，目标已锁定，是否执行？执行。模拟宇宙环境里一切都是建立在数据之上，较之于真实缺乏了不定因素的影响。可是次生物引擎连模拟的黑洞都无法湮灭，而且时间是个问题。时间从来都不是问题，你要懂得驾驭。你的疑惑或许有了答案，放手去做吧，天刃王。精力够好的呀，刚从比邻星回来又忙着太阳防线构建的事，新时代的铁人呐。小伦儿现在是身居要职，充满斗志，能跟咱一样吗？哎，去你的，太阳防线是团队协作，又不是我一个人扛着。你瞅瞅这觉悟，你这官腔打的没毛病。妥了，创业都诺星战神了，不应该啊。这儿的重力场是地球的上百倍，战神他也是肉体凡胎呀。信爷，我说在通湖镇那块儿你跟志新就在一起了吧，怎么还没动静啊？
该不会嘿，瞎揣摩什么呀，信爷我这体格能生一足球队。切切切，轮子，别说信爷了，你都三十好几了，天使宴可还等着你呢。就你八卦，人家都七千好几了，咱就别操心了。哎，哥几个，最近几天我突然有一想法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不当讲。哎，去去去，别打岔，我和志新虽然在一起这么久，可也没给他求过婚，也没办过婚礼。兄弟们，给出出主意呗。哎，信爷，你该不是惦记大家伙份子钱吧？嘿、哎，你信爷我像那种人吗？像。也就是说，次生物引擎就算调大当量，也无法湮灭黑洞。我忽略了最重要，也最基础的事情。恒星坍缩成黑洞才会产生超级物质，而模拟黑洞仅仅是现成的，没有经过从恒星到黑洞的过程。所以这并不是一场失败的实验。阿追，在我被任命为左翼护卫时，我知道自己会为神圣凯撒而战，为正义秩序而战，为天使同胞们而战。从过去到未来，战争从未消弭，只不过以前有凯撒女王的羽翼庇护，现在和未来更多的时候靠自己。你还有我、林夕、志心，众多姐妹。在天机王称呼我为天刃王的那刻，我知道自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战士，更多的时间要拿来思考如何守护天使之城，如何捍卫正义秩序，如何为姐妹们谋求福祉。我一度认为跟卡尔那个死变态相比，华也不过是粉末小丑，掀不起多大风浪。现在想来有些天真了。我相信正义秩序会再次贯彻宇宙，毕竟还有很多王级式生物，由于破坏力太大，没能运用于实战。葛小伦的雄心，如果将雄心与次生物引擎结合，兴许有点效果，但这只是我的推测。志新，最近还好吧？燕，天刃王，一切都好。艾尼希德呢？他的情况如何？现在在天然气的疗养舱，状态稳定，已经能适配第二代身体。好，有劳你照顾了。凯拉是说，你们退守到了费雷泽。嗯，这地方不错。对了，我可是迫不及待的想抱天使宝宝呢。天刃王，都这个时候了，就别开涮我了，你这样只会让我更担心姐妹们。不愧是凯撒女王的右翼护卫，瞒不过你，但也没那么糟糕。我想你应该找到了一些克制黑洞引擎的方式。算是有些进展吧。我请求前往费雷泽与你们并肩作战。舍得离开赵迅吗？他会理解我的。志新，你还是留在地球协助熊兵连吧。虽然有太阳系防线作为屏障，但地球始终是诸神垂涎之地。可是这次你们面对的是华叶这个恶棍，像凯撒女王一样的王级对手，一日为天使，终身为战士，我请求归队。天机王有你这样的学生，我想他会为你骄傲的。好，天刃王，在飞雷泽不见不散。哎，等等，我刚才的提议你再考虑一下。什么提议？小天使啊。你再这样我可要提银河之力了。女王，
你好久没有这么从容了。怨尤不会让困难消失，但乐观会让人变得强大。仿佛这世界一直在